然后我们要开始再回来看这个。这边是稍微跟你复习一下。我们上礼拜跟你讲的这个，怎么去判断一个 hermetic compound， 它到底是这个一般的 anionic， 还是它是真的是一个这个hermetic？ 这边要提供你四个这个 check point。很重要的这个 check point 呢，指的是什么呢？它呢必须是一个环状的化合物，好，它是一个 cyclic compound with conjugated pi bonds。第二个。这个重要的确定的这个点哈、哦，是你所有的这个原子呢，都必须要有这个 unhybridized 的 p orbital。必须是要连续的，好，然后呢，会造成呢整个结构哈、哦，这个为一个平面。至少它也是要非常非常接近平面，纵使它是这个可饶恕的哈。如果前面是三点，我们来看一下，你只要有一点是不符合的，依照这种一点是不符合的，那么呢，我们就称它为是 non aromatic。如果呢，你现在有上述所有的这个条件，你都是符合的，这三个都符合，我们就要进入第四个判断依据。这个第四个判断依据，什么判断依据呢？这样子的这个 evaluation 哈，它必须呢。要能够去降低这个整个分子的这个 electron energy，
如果它是不符合的，这时候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它是一个 anti aromatic， 叫做反芳香性的。如果它是符合的，那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它就是一个 aromatic。所以你要是一个 aromatic compound， 它的 requirement 非常多哦。你要先完全符合这三个，接下来呢，最后这一条你要符合才行。你要符合才行。那我们来看，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看它。哪些例子呢？第一个 ，cyclobutadiene， 这是一个四环的具有 containing system 的，以及呢，这是一个这个六环的结构，以及呢，如果你是八环的。这是八环的，一个是这个四环的 annealing， 这个是六环的 annealing， 这个是八环的 annealing。你要怎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这个芳香性的化合物？怎么判断它？第一个，先看它是不是 a compound a ring molecules contain a pi system， pi bonding system。没有错啊，它是一个环状的分子结构，对不对？然后呢，它有这个 conjugated 共轭的这个派系统，它也有，哎，所以这三个都符合的，这三个都符合的。接下来第二个，是不是每一个碳都会有这个 p orbital， 它们能够这个提供出一个这个 unhybridized 的 p orbital， 它是不是 sp2， 至少 sp2 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部都是 sp2 的 carbon， 所以第二个也符合的。哎，什么时候会不符合啊？比如像什么？什么时候这一条会不符合？比如像，你如果看到这样子的分子的时候，它就出现了一个 sp3 在这里，这就虽然它是有很多化合物，它有pi bonding的这个环境态系统，但是它并没有符合全部的，它就是 sp2， 它就是不符合第二条，对不对？第二条也符合，第三条 ，the paleo p orbital are always continuous around the ring， 有没有？这些拍的这个系统是环绕着环在这个环起来的，然后呢，它让整个分子平面的结构是接近平面的，在小环的时候呢，是会让接近平面，但是呢，当我到了大环之后呢，这个分子就产生了比较大的这个结构上的扭曲，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个八环的结构的时候，上次画的这个。它会画，它长这样，它怎么样？它会翘起来，有没有翘起来？翘起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平面，这个整个环上面，虽然它有连续的拍的 concavity， 每一个碳相都是 sp2， 但是呢，它本身的结构是不接近于平面的，所以它呢就没办法就进入这个符合第三个这个要求条件，所以呢，这个分子呢已经确定了它就是一个这个 non-aromatic。那这两个分子呢，都会是平面的，都会是这个能够有平面的可能性。所以要去想，怎么判断出它不是平面的？基本上你在六环以下、七环都有机会是平面，到八环以上，六环的这个变大了，我就有机会能够比较有流动性。所以到大环的时候，你的分子通常都会比较混浊。所以到十环之后，你的这个分子形状呢，更不容易接近平面的这个形状。好，所以这两个显然是符合了前面三个条件。那第四个你要怎么去判断它？这样子的 delocalize， 我的电子呢没办法定义化在两个碳之间，它到处跑去，这就是我们拍的 MO 的概念，对不对？这样子拍的 MO 的概念能不能去降低你的电子能阶？平均运动能量，你的分子稳定能会增加？行，它就是一个 aromatic。当我提进去之后，反而是比这个开环条件下来的不稳定的，那它就是一个 anti aromatic。不喜欢环起来，为什么？它开环之后，这个不喜欢环，不喜反正就完全不喜欢环，因为当我开环之后的能阶填起来是低过这个合环的能阶的，那它干嘛要把这个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环的动作呢？会增加更多的这个 reach 嘛？那我怎么判断它能阶？我们要回到这个上次课跟大家介绍的 point rule。
我要怎么判断这个受分子的能量？我要去把它定义出来的 M， 对不对？虽然我现在已经知道说这个就是这个八碗的这个是会翘起来的，但是我们先假定我们不晓得它，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能阶怎么判。以四环这个来讲，我要怎么判断能阶？上次跟各位介绍过，当我要判断一个多角形的化合物，它能够去符合这些这个连续的这个 concatenation system， 这时候呢，你要去画能阶的时候呢，经过了计算之后，这个它的能阶呢画出来呢，会刚好是以你的这个多角形的形状呢，把一个顶点顶在下面。
这个呢，我有几个拍电子，我有六个拍电子，这个是四个拍电子，这个是六个拍电子。然后它组合的是什么呢？是所谓的四 n 加二，什么意思？四 n 加二表示是我上面有一二三三对拍电子 ，n 等于一的时候是等于六，对不对？那就是六个拍电子。那为什么这个加二之后就会有帮助啊？因为这两个电子可以填最底，剩下都是四的倍数，它就把上面每个都填满，都填全满。在八的时候呢，也一样，它这个是八颗拍电子，是八颗拍电子。然后呢，这个八颗拍电子呢，它放进来之后呢，这个所填的轨域呢是属于四 n n 等于二 ，n 等于二呢表示什么意思？我一定会在上面的这个某一个 degenerate 同能阶两个轨域上面的各方一颗半填满的半这个电子上面去。所以已经可以判断出来，这个钢炮虽然符合前面前三个，可是呢，它是一个这个四 n 所谓的 equals 我。要符合四 n 加二，如果是四 n 呢，它就是一个 anti-aromatic。如果是四 n 加二呢，它就是一个 aromatic。原因是因为来自能阶的排列。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呢，它呢就会是一个 anti-aromatic。好了，问题就来了，我已经判断出来了，这是 aromatic， 这是 anti-aromatic。这个如果照成现在看是 anti-aromatic， 可是呢，我们事实上在第二步、第三步就把它确认掉，它不是 anti-aromatic， 它是什么？它是 non-aromatic， 它是 non-aromatic。比如说，老师一种判断它到底是 aromatic 还是 anti-aromatic， 为什么它是 non-aromatic 不能是 anti-aromatic？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它如果填在 anti-aromatic 的时候，它必须到这个轨去填它。所以呢，你说两颗电子填在 P 是没有跟 N 那么接近的，是一个 non-bonding 的位置。可是如果它今天是出现在这样子的这个构型当中的时候，它顶多就是四个拍线各自为正的，它的四对拍线是都填在拍的这个方面的话，那它为什么要选择去把自己凹平，然后呢到达一个比较不稳定的状态？有听懂我的意思吗？我要去判断我的 cycle。Octa HRN 的时候，我在前三步就把它给括号，它是一个 non-aromatic。为什么这步就要先括号掉它？好吧，它有两个选择嘛，一个是把自己折起来，把自己折起来；一个是把自己摆平。那我们就看，摆平对它有优势，还是把它折起来对它有优势？我如果把它折平，把它摆平下来之后，我所有的 P 电子都在平面上跑，我要形成新的 Pi MO。就是拍 MO 形成下去之后呢，我反而造成填了两颗单电子，填到了一个在 P 轨域上面的没有当定的这个能阶，我是反而造成它是不稳定的。跟谁比？跟我把它折起来之后，我两俩都可以是他们两个是起来，我起码是四个拍 MO 啊。那四个拍 MO 填在什么地方？一样啊，不是填在 P 轨域的下面跟上面，一个拍跟一个拍 star。我只不过就是没有填到更低的地方来，但起码我都在帮你里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就不折了？我是不是就不折？我是不是就不会把这个摆在平面的？所以这个 aromatic 到底判断它当主到底要告诉你什么事情？告诉你一件事情是说，我如果要形成拍的这个 MO， 我要形成一个连续性的拍 MO 的时候。我一定要有优势，我才能做马分，否则我去硬把它挤成平面干嘛？我都挤成平面完之后，它又没有优势，我就不需要去把它挤成平面。我让它以这种方式独立存在的时候，我起码我的四对拍电子都是填在拍里面，这还是一个方便的。我硬把它折成是平面，让它进入去算这个拍的时候，我反而把两颗填在是这个半满的、没有帮顶的、non bonding的这个 orbital 上面，没有任何好处。就是原因，为什么前三条就决定了你是不是要进入判断它是 aromatic 还是 anti-aromatic？ 再讲一次吗？好，再听一次。要听清楚哦，我先告诉你就是什么，是你的芳香组合物的芳香性的判断。要进入芳香性代表什么意思？我的分子呢，必须是有这个延续性的 P 轨域的交错，然后呢，这些拍电子呢进行了延续 P 轨域交错之后，产生了新的拍 MO 之后。
这些 PIMO 呢，会让你的电子呢填在一个更稳定的位置上面，更稳定的位置上面。好，所以你都可以接受的条件之下，往下看。如果我这些条件都符合，我们以这个例子来看，以这个八个碳这个例子来看，如果我这个条件我可以选择，我可以选择说我让我结构变成是不连续的，我也可以选择让我结构变成是平面的，那你就可能两个可能性，对不对？所以如果我的结构变成平面的，跟变成是这个不平面的，我选择性的时候，你要怎么判断它有平面？它有没有能量的优势？它有没有能量的优势？如果我以拍八个电子这件事情来讲啊，我如果自己去把判断说它是把它折成平面，把完全是摆成是平面状态去看它的时候，好，摆成平面状态看它，我所有的拍电子呢是要以这个方式形成新的 PIMO 的。我填进来之后的电子呢会发生呢，有两颗电子要填在一个 non-bumping 的 PO 格上过去。可是我如果在前三我选择不要把它摆平，我要让它是折成这个比较好的，因为这种现象的效果，折成是这个状态的时候。那代表什么意思？这四个派线本身已经不形成平面，这四个派线之间就交互作用。所以呢，你必须要考虑这四对派线只以拍帮顶的方式存在，而不会形成像这样子的四个拍帮顶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方向性的判断。以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它的时候呢，我的拍面子都还填在四个拍的帮顶的头上，是低过这个能接的，对不对？所以才需要判断这件事情。我在看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可以理解为什么 non hermetic 它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我就选了 non hermetic， 至少我电子可以在一个稳定，可以在一个稳定的位置。所以如果这种当时想它，那你说它跟谁去比？好，你这个分子去比好了，它没办法去扭曲嘛，因为四个环抓起来，你们有看过我们以前教过这个 cycle loop retain 的结构，它已经是非常接近平面的状态，只是稍微翘一点点而已，对不对？我在家大部分就只能怎么拉比，那你可以跟谁去比？去比说它的分子能接到底是稳定还是不稳定？你可以跟谁比啊？我们上次所跟你讲过的，跟这个分子去比，跟它干完结构去比，这就是我们从十五章讲到现在的关系不发答应，它有几个能接？三万塞兔。在水里塞够，这是我们以前一直在看的温室气体单元的能接，对不对？我四颗电子，我起码都还填在帮顶的位置，它比较它来讲，它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这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对方向性来讲，它就是一个 anti-hermetic 的过程， anti-hermetic 的过程。好，所以你如果都看听不懂我刚刚讲的事情，没关系，这四个能听懂就好。第一个判断是不是一个环状的，它如果不是环状的，你能判断怎么判断？它必须是环状的，然后呢，里面必须含有共轭系统，拍的这个拍线的共轭系统。第二条，每一个原子都必须是 sp 度到 sp。第三条，这一些 po 里头呢，它必须要连续性的 over 在一起，然后呢，它能够让你的平面是结构上是处于平面的状态的，所以是平面状态的。它如果呢结构上是不平面的，它就没办法进入判断 hermetic。或 anti-hermetic， 这边你就可以告诉他说，它就是一个 non-hermetic。好事情，好消息是说，你们在大二判断的时候呢，你只判断到八环以上，它就非常不稳定，它容易会这个结构上就会开始容易产生扭曲，对不对？啊，为什么产生扭曲？原因也很简单，你产生扭曲的时候，这个分子呢，它自己 sp 2 sp 2之间可能会自己有错位，或是它的这个键解呢，比如说你碳氢键，我们这每个大二状态的氢键嘛，有碳氢键，如果是 trans 的时候，它可能会错位。它让结构是错开来的。好，在 cycle 这个 octatetrahedron 就是那个八环的结构里面，刚刚已经告诉过你了，它会折成一个像浴缸哦盆子的形状，所以它的 pi pi 就符合，对不对？好，如果全部都是符合前三条，这时候判断它的能量会比较低，怎么判断？那你说教你判断的方法太难了，怎么办？计算 q cos 五，只要你符合上面的三个。如果说就进来，它是不是符合是 n 加的这个度 ？n 是什么 ？n 等整数零一二三四，那这等数字代表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是 n 加二？是 n 加二在算什么东西？算你的分子内的拍电子数。
参与的这个混合的拍电子数。所以如果三点数是符合四 n 加二，像是苯环是六个拍电子，四 n 加 n 等于，那它就是一个放下性化合物。像左边的 cycle butadiene， 它是四个拍电子，它是符合四 n 而已，它就是一个 anti-aromatic。旁边的八个电子的这个八四 n 等于 n 等于二的，那它就是一个这个 anti-aromatic。但是前面就已经把它 rule out 掉了，所以前三个就是前三个重要，前三个不符合就不符合的，你就不用判断它是 aromatic or anti-aromatic。这个很重要哈。都没有杂环的时候，你很好判断。我们今天开始跟你讲，当我的环境当中开始放进去带有杂环的东西，氧、氮、硫，推下去的时候，你该怎么算？哪一些算是这个在你的 periodic overlapping ring 的电子？哪一些不能算是？我们到底就要告诉你。但是基本的这些你要先知道，你是有办法定得很像要告诉你讲，要跟你讲的事情哈。好，到这边没有问题了哈。这是跟你复习这个前面的两节课。跟你讲的这个关于芳香环化合物的一些基本很基本的判断方式，接下来就告诉你你要怎么更细的去判断它。我们在这个上礼拜的课的最后呢，跟各位介绍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分子哈结构，在之前所讲的这些分子的判断呢，帮我关一下灯，好不好？前面的都是在讲这个，都是在讲这个整个中性的分子的芳香性。但是呢，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一个离子，这个离子呢，算到了分子的形状来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离子里面呢，正电或负电呢，竟然可以让本来不存在芳香性的化合物呢，变成具有芳香性。这时候呢，你就会进入去判断这一个离子的生成，它是容易发生的还是不容易发生的？它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化合物它要带电荷，在我们的有机里面来讲，化合物的稳定电荷是不稳定的。所以往往这些带电荷的分子，离子哈，正电或是负电或是 radical 这些分子，这些离子呢，通常是什么反应的中间体，所以它很适合帮助你去判断一个反应会进行或者是不会进行。当我整个反应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氢被把手产生一个负电荷的时候，这个负电荷它能不能这个诱发芳香性的出现就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往下看。这是上次跟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我们要去做出一个五环的这个结构里面呢出现端点，本来这个是一个 cycle pentadiene， 这个分子呢，这个碳是一个 sp3， 它不会是一个芳香性化合物，对不对？可是呢，它就碰到一个碱，这个碱呢可能会拔这个氢，拔这个氢之后呢，哎，它就让这个分子呢变成是五个碳，而且每一个碳的位置呢都是具有可用的P轨域。为什么这个可以变成可用的P轨域啊？你跟老师讲说，老师没有啊，我们在算 SPSP 和 SP3 的时候 non-bonding lone pair 算进去你的这个 hybridization 里面，说得好。可是呢，如果我今天判断方向性的时候，这个负电荷是正电荷，它如果参与了整个分子的系统之后，会让整个分子的能量稳定下来，那它就不用去参与这个碳本身的这个原子轨迹的完成。再听清楚一次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为什么有 SPSP 或 SP3 这样子的轨迹啊？为什么出现什么啊正四面体啊、平面啊、直线的形状？别忘记你所学过的事情，这些是让一个碳上所存在的这一些电子离要错位错的 越大越好，但它的排斥力是下降的。如果我今天本来这个对对电子算进碳里面的时候呢，它跟其他三个邦体都产生排斥力，这时候它当然算进去我的碳本身的轨迹，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碳它呢单独被抽离出啊，它能够跟其他两个相邻的拍帮顶产生了新的拍 MO， 让整个分子能量稳定降低下来的时候，它的好处大过于去跟这个单上面的另外三个键子产生排斥的时候，那它不做这件事情，它就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它就会做这件事情了。所以呢，考虑过之后怎么样，如果我让这个碳上面这个电子呢出现是在一个平面上 SP2 平面上，它不参与这一颗碳，不参与这一颗碳是一个碳的分子，反而是进入呢这个环状系统里面跟这四个拍电子去做芳香性新的芳香性的这个拍 MO 的建立的时候，它有什么好处？有就会做，没有就不会做。好，这是第一个例子，我去拔新的。第二个例子，这是一个 cycle pentadiene， 在我的这个端点 SP3 碳上，它做一个 OH 的介质。
这个 O 区的这个 functional bloom 呢，上个人家它会 problematic。如果照我们所学的，它呢这个水系的保护区域，它应该就脱掉，产生这一个汉症离子。汉症离子浓不容易存在？理论上它很容易存在，就是我们学过的共振嘛，对不对？旁边有 double bond， 这是一个这个 allele system， 这是一个 allelic 的这个 anion， allelic anion， 虽然都有很好的共振器，告诉很多共振器给你看，所以理论上这两个都应该存在才对。所以这个反应跟这个反应，两个反应应该都很容易进行。可是啊，这个反应是不会进行。为什么不会进行？因为这个反应脱掉变成这一个这个带正电的太阳的离子的过程当中呢，不容易做，因为它的稳定性并不好。那你怎么判断？以共振来看它是稳定的啊，可是以什么条件来看它是不稳定的？这是一个带正电的这个碳，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 sp2， 这个正电呢，可以呢跟这两个拍线结呢是呈现共平面的状态，所以这个离子呢符合了一，它不可能是平面，可能是平面的，但是小的结构，对不对？第二个，有没有环状结构？有环状结构。有没有 concavity pipe system？ 有 concavity pipe system。接下来，它有没有连续的 sp2？ 有啊，连续 sp2。所以要进入 aromatic or anti-aromatic， 顺便去看它有几个拍电子啊，一二三四，四颗拍电子，四颗拍电子是四 n 1 n 等于二的 n 等于一的条件，所以呢，它是一个 anti-aromatic， 就造成了这一个中间体它的能量太高，能阶太高，不是一个稳定的中间体。相对的，这一个中间体你得到这个单，为什么能说它中间体？你分离不出来这个东西的啊。你做这件事情之后，你干嘛？把它当成是一个部件去往下做反应，当成逆规反去做下面的反应。但是这个步骤能不能进行？可以，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呢，我所生成这一个 anion， 我如果把这个负电荷这一对电子呢算进来，这两个拍电子去算它的时候，我先假定这个拍电子呢不进入碳的围城。我现在假定它不进入碳的围城，可是什么意思？这个碳上面只有三个间接，它是 sp2， 然后呢有一个垂直的，面向你们眼睛而过来的这对电子在 P 轨域上，跟另外这四颗拍电子在一起，所以有几颗拍电子？六颗拍电子，哪六颗？一二三四五六，六颗电子在 P 轨域上，所以这六颗呢，算起来就四 n 加二 n 等于一，就进入了方向性的这一个稳定的结构，听得懂吗？知道要讲什么了哈？所以这是在帮助你去判断一个反应性，当我产生了正电荷或负电荷的过程中，它是能够稳定存在，然后呢能够去帮助你去这个预测反应的发生。所以你不能够单纯只靠共振的结构去预测说它是不是能够形成。你在一般条件之下，它并没有具有环状结构，并没有具有连续低轨域，共振可以帮你解释很多事情。可是呢，如果你看到的是这个方向性的出现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当我形成了这个方向性的时候，它能不能去进入方向性的这个建立啊？这是我们上一次最后跟各位介绍的那一个重要的这个离子哈，就叫 troponin。troponin 的这个 ion 呢，它是一个七环的结构，然后呢，它也是这个比较少数呢，是不像苯环这样的方向组的化合物哈，是在碳氢的化合物里面比较，它是七环的结构，但是它是有方向性的哈，它是有方向性的。什么叫方向性啊？我们上完这节课之后，我研究所在口试的时候都会问学生什么叫方向性，那十个有七个会跟我讲的像像的，绝对不是哦，绝对不是，对不对？方向性最大分类是什么？就这四个啊，就这四个啊，这才叫方向性。它、啊、为什么叫方向性化合物？因为呢，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那个分子是有特殊的味道的，不是告诉你用香不香来判断，香不香这件事很主观啊，你觉得香，别人觉得不香，对不对？所以呢，事实上它的有没有方向性？就是看这四个，就是看这四个。好，所以回到看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是七个碳，你一眼看觉得说我看得很不舒服，怎么出现七个碳？为什么看到七个碳就不舒服？就跟五个碳一样，你就会出现一个奇数的碳，它很有可能是不具有这个没办法具有 sp2 的 carbon。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分子呢，如果呢让我的 OH 脱掉，产生了一个碳阳离子在这里的时候，这就很好玩哦。有没有环状？有环状。环状之后呢，有没有连续 P 轨域？有，这边都是拍线，没有问题。这一个呢，也是一个 P 轨，也是一个 sp2 嘛，对不对？然后提供了空的轨域在这里。然后呢，这 P 轨域能不能连续？可以连续。那有没有可能是平面？有可能是平面。我们跟大家讲过，
八个你已确定知道他不会偏心，对不对？那八个以上呢？如果他没有很确定说之后给你的会给你一些例子，但是如果没有很确定说他是错位的，这时候你要怎么写？你可以写说他是方向性，如果他的结果是偏偏，当你没办法无从判断起来是不是偏偏的时候，就在方向性这件事情上面。好，那我们就往下看，这是一个这个产生一个太阳因子的中心，那这个分子要进入第四个判断的 criteria， 它会不会是一个方向性化合物？它能量有没有比较降低啊？我们来看它这个排列子，有几个电子可以使用啊？有几个电子可以拿来建立新的排列物？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它跟苯环一样，它是具有六个排列电子进来，所以呢，它是四 n 加二 n 等于一的，这个符合这个rule，所以呢，它是一个 aromatic 的 ion 方向性离子，它是一个方向性离子，这是一个很基本判断它的这个方式哦。但是相对来讲，如果呢你是从一个 cycle heptatriene 来去做这个 deposition， 要去拔走它，那容易不容易形成它？相对谁来讲？相对刚刚那个五环的来讲，刚五环是不是告诉你五环那个只要用这个 potential precursor 可以拔掉了，可以生成这个五环那加一个负电。七环这一个呢，用同样的条件是拔不掉，平衡是平衡在左边这个地方。为什么？就是因为呢，当我是拔掉这个碳，拔掉这个氢之后，这个电子呢？归回来给这个碳，对不对？我一样可以去假设啦，假设说它是不是一个这个放向性的化合物，它是不是一个放向性化合物？好，它如果不是进来的话，如果是 anti-aromatic， 它就会去算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颗电子，八颗派电子，它是四 n n 等二的这个结构，所以呢，它会是一个违反了你的 anti-aromatic 的这个结构的构型。那你做实际看它会长什么样子？你可以去预测啊，如果它是一个 anti-aromatic， 然后呢，如果呢它这是独立开来，这三个直接去算它的传运的 MO， 那还有可能这个就是神仙是 T3， 它是错位开来，它进了平衡。你要看它结构怎么去调嘛，因为如果没有优势，我就不会折成是一个 anti-aromatic 的位置。但是呢，你可以判断它就是一个会接近 anti-aromatic 的这种这种形状哦，这种特性是一个违反方向性的特性，所以。回归到之前跟你讲的，还是这三条去判断完之后，判断第四条不稳定就不稳定，稳定就稳定，在八个碳以下你可以再去判断，在八个碳以上你要去考虑你的这一个构型是不是产生，直接在做之前就要产生这个构型的这个错位哦，就不会是平面的。好，那如果呢，我们再回过来看，如果你是这个 cycle tetrahedron， 就是我们刚旁边看这个折起来的这个例子，那本来它的结构上呢是。这个如果它变平面之后变成 anti-aromatic， 所以它在这个曲状结构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已经会曲状起来，它不会去变成这个平面的构型。可这时候如果你用一个这个金属进来，这个金属呢丢出两次电子之后呢，会在这个结构上面呢会形成两个 dianion 双阴离子带两个负电，怎么做的？其实很简单哈，怎么做的？你就想象我一个电子丢出来，丢在这里。这对电子共振，这电子跑这里，所以这边已经带负电，这边是大波棒，这边是一颗单电子。然后呢，第二个假再丢一次电子，就丢到这个位置来，这边是负电子，这边是负电子，这是大波棒。这是它的丢法，丢电子的方法，这叫 single electron transfer， 做这个动作。做完之后，这个分子呢，这个离子呢，这个反应能不能进行？可以进行。为什么可以进行？因为我做这个动作之后呢，所得到的这个分子呢，它呢反而去符合的我的。就告诉我，怎么符合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它有十颗派电子。这十颗派电子进来之后呢，它符合的是四 n 加二 n 等于二。它反正是给它一个稳定的这个能接性的，这个进入了你可以判断这个方向性、稳定性的这个因子嘛。所以呢，这个分子呢，这个离子呢，这个 dynamic 这个离子呢，它是十个派电子，然后它变成是一个 aromatic 的这个例子。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哦。我们要去想，它本来没有做这个反应线，它本身是一个 anti-aromatic 或是一个 non-aromatic， 它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可是呢，当我做的时候呢，它有机会让我的产物变成是一个稳定的方向性离子的时候，它才会做这件事情啊。接下来这两个分子呢，我们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属于 aromatic、non-aromatic 还是 anti-aromatic。以它来看，这个分子环状结构。然后呢，有 conjugated pi system， 然后呢，去看 1 s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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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2，
这个可能是 SP2， 对不对？它电池可以拿，我的电池可以拿进来使用吗？一看 SP3 不用玩了，这一定是那样的。为什么？它没有连续的 P 轨域啊，没有连续可以用的 P 轨域。更何况呢，没有连续 P 代表什么意思？它是个正四面体的形状，它一定把整个分子扭曲成不是平面，所以这很合理的，它是一个 non-hermetic 方法。右边这一个，这是一个气缝结构，刚刚看到 Chaffering 的 IO， 在 Chaffering IO 里面呢，它有七个碳，每一个碳呢都是 P 轨域 SP2 以上，对不对？然后呢，它有连续的 pi coupling system， 然后呢，进入了判断第四个标准，它有几个派电子，一二三，三对，六个派电子，四 n 加 n 等于，所以它是一个特性的这个离子。好，然后接下来看这边整套全部都是有很多考你的，不是考你的，是你要去判断它是不是一个方向进化物。以最小的这个来看，这是一个三环的结构，它是有三环哦。这个三环的结构呢，它有三个碳原子组成的这个三环结构，里面呢这个碳是带正电的，这碳是带正电的。那这个有没有符合方向性呢？你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开玩笑这么小一个，可是不要忘了，方向性不是你说了算，是要去符合前面这三条、这四条。所以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前面这四条。第一，有没有环状？有环状。有没有这个连续的这个 unhybridized p orbital？ 有。SP2 这个也是 SP2， 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平面？当然有可能是平面，这么小的结构一定会被挤的很接近平面。你要怎么知道是不是接近平面？回去看看我们以前教你的 cycle hexane 的那一章，在第一学期第三章里面教你的不同的环状结构，它怎么去摆它的位置，对不对？所以呢 cycle 这个 propane 呢，它的形状基本上是被全部拉在一起。以前告诉过你嘛，为什么三个这个碳的分子环起来的这个叫环顶网，很不稳定啊。因为你从 Newman Project 学去看，它是全部 Eclipse 大家挤在一起，所有间谍都挤在一起，结果这个离子竟然会存在，而且它还会是一些什么中间，这就很奇怪这件事情。它已经够不稳定了，偏偏放大波暴又让它更挤了，让它这个所有的这个关联器都卡在一起。为什么它能够形成？就是因为呢，它是具有 hermetic 的特性，它是一个方向性离子，是最小的方向性离子，所以不要误判。然后呢，四个派电子的它是属于 anti-hermetic， 像是这个 cyclobutadiene， 像是这个三环的形状都带负电，它一样可以判断啊。可是呢，判断起来怎么样？它是一二三四四颗可用的这个派电子 P 电子或派电子，然后呢，它是一个四 n 等于一的条件，它这三个都是属于不稳定的状态。往下看，那如果是六个派电子的状态，本门不用讲，这个你就认识它，对不对？那如果是五个碳的 cycle penta 的去转换出来的呢，它就有可能出现 cycle penta diene 和 nine， 就是刚才你看到的，这边如果是一个氢被碱拔走的时候产生的这一个阴离子，这个阴离子呢，符合前面三个所有的条件，连续 P 轨域平面的有 pi coupling system， 进入判断点就扣15，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六颗派这个可用的派电子进去之后呢，就会形成四 n 加分子，所以这不会有问题。往下看，八个电子也是一样。这个八个的第一个，它不是平面的，这个你知道不是平面的，它就是一个 non-hermetic， 这叫判断这个 non-hermetic。所以你看，在八个电子告诉你哦，它是 anti-hermetic if planar。如果它是平面的，则它是一个 anti-hermetic。那如果它是非平面的，那你根本就判断不出来，它就是一个非方向性的。所以三个是什么？一个是方向性，一个是反方向性，一个是非方向性。所以什么叫非方向性？你根本就不会把它的 P 轨域拿来去进行新的 PIMO， 这么多个拿在一起做 PIMO 的文程，它就各自为政去，自己的派电子去，自己的派方电子去跟派方电子去做它该做的事情去。好，所以这边有个很有趣的这个结构，是叫一个 fuse 的这个 hermetic， 是融合在一起的 hermetic。这样子的分子结构呢，这叫做 pentamine。这个分子呢，它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碳所组成的。七个碳所组成有几个派电子啊？一二三四，四个派电子。这四个派电子组成呢 ，n 等于二，不对，四对派电子就是八个派电子，对吧？它是四 n 等于二的这个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这个分子也是属于一个 n 碳的，然后它是平面的，它是平面的，它是平面的。相对它，你可以去看谁？看这个重要的结构，就叫 Nepsen 是9 Nepsen， 就现在人家在做那个张老文的那一种替代物，对不对？这个钠的分子结构呢，它是六个苯环分成六个苯环，两个苯环环在一起的。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有十颗原子，对不对？这是一个苯环后面加了另外一个 fuse 这个 bending，
十颗的这个碳原子哈，这十颗呢环起来的结构呢，基本上是可以是平面的，是全平面的。是全平面的之后呢，它有几个拍电子的存在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五对拍电子，还有十颗拍电子的存在，所以会有四 n 加二 n 等于二，它就是一个芳香性的化合物，芳香性的化合物。这些分子呢，都可以进入芳香性化合物的这个判断。像这种 cis-ring 的这种分子，两个环的中间是没有任何间隔，是直接环在一起的，这个都会接近平面的这个状态。那像这刚告诉你的，这是一个这个几个环啊，这是一个九个碳的所组成的一个 anion。所以看到它，你需不需要害怕说容不容易判断？你会不会怕不好判断啊？不至于哦，为什么？为什么？问得好。通常在这种条件去看它的时候，你可以写出它是 aromatic if planar， 可是通常会不会是 planar？ 会啊，为什么会？我变成平面之后，我得到的方向性的稳定能是大过不变成平面的，那我当然会倾向于做平面的。刚刚在八环那个 cycle 它都贴出来，为什么不是平面的？因为它变平面之后，真的去顺它的这个 PMO 的时候，它反而是不稳定的状态。那我干嘛要去想办法把自己折成平面的，然后让自己变得不稳定？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重要判断依据哦。所以我在这个问题部分来看它的时候呢，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么大的环有没有可能会是不平面？有可能会是不平面吗？可是我如果让我的结构变成是平面的，这时候我所有电子填到一个稳定能接来之后，它是更稳定的，那我就有机会做这件事情。除非我的结构根本不允许我变成是平面，有没有可能发现这种事情？有可能。当我这些你们看到这些全部都是 cis bond， 如果我是一个 double bond 变成是反向的，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我这边出现这个例子哦，如果这个地方是反向的，变成怎样？这四个键，这三个键会折进来里面。我折进来里面之后怎么样？我每一个碳酸都有一个氢嘛，直面画出来，这个氢就摆到里面来，跟其他的氢产生这个力上的问题，它本身结构或是它会出现一个角度出来，它就没办法共鸣，这就会发生。可是，一般来讲，它只要能够让自己摆成平面，我摆成平面之后，我做出来的新的 PMO 会帮助我稳定我的整个分子或是离子的话，那我当然会倾向于去走一个让我稳定下来的路，让我全部分子稳定下来的过程。没有把握就写 if plan 加，如果它是平面的，这是最保险的方式，对不对？另外这个 cycle of target trying 的这个 dianion 呢，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它呢所得到的两对的这个 non-bonding 的这个电子呢，参与进来之后得到这个十颗的拍电子进入了四 n 加的那个，那就是一个稳定结构。所以真正难的地方在哪里啊？是判断说，当我的分子环里面呢开始出现氮啊、氧啊，或是呢甚至出现 fuse ring 上面有氮，那到底是 aromatic 还是 non-aromatic 还是 anti-aromatic， 我要怎么判断？难在哪里？难在我这个碳酸还有对拍电子，还有对那个 non-bonding 的要求，它到底算不算？那如果是氧有两对这个 non-bonding 的要求，它到底算不算是拍电子？回过头我们来看它，有时候算，有时候不算。还是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要算？对你有利就算，对你不利就不算，对不对？对这个分子来讲，我算它进来之后让我稳定了，就算了。如果算了它之后呢，没有任何帮助，就不算了，它是不用的。OK， 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告诉你，当我环里面出现这些杂原子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判断它的这个稳定性呢？好，我们要再接着来看这个芳香性的这个讨论哦，芳香讨论，我觉得其实是有机里面哈一个跟你自己所学的东西很不一样的这个范畴哦。记得我们这学年的第一节课就跟你讲什么叫 MO， 对不对 ？Molecular Orbital， 整个分子轨域的建立，然后从原子轨域怎么过来的，也很简单哦。这个有机化学就在告诉你分子建立的方式，然后分子怎么建立的，原子串起来像积木一样。那只是说我们在玩积木的时候是用线啊，用这个叉烧啊什么东西这个装起来、装配起来而已。可是呢，在原分子建立的时候呢，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两者共有的电子，靠这两者共有的电子把对方给抓在一起、连接在一起。所以我要跟你介绍说，我要怎么去建立这些分子的键结的时候呢，很重要一件事是告诉你我电子怎么共用、怎么共享的。所以你有几种键可以告诉你，第一种是单键，就是我们上节教你的西格玛方体的 MO， 接下来呢，告诉你三个 MO，
它多增加了这个电子进来之后呢，对这个分子来讲呢，是提升了它的反应性。这是什么？这个 PiMO 呢，建立起来的时候，它是架在这个新东方顶上面去。它虽然呢是单独的，它虽然是这个增加的那个键结的强度，可是呢，实际上它的键结是低过你的新东方顶。所以这一些拍的这一些邦顶呢，如果它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的相互作用，那它有机会能够去增加这个分子的稳定性。那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交互作用呢？就是从我们上一个章节告诉你的 conjugate system， 当我两个拍键中间比较一个单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双键是会跟彼此交互作用，产生了从原本两个独立的拍邦顶 MO 变成一个重新滚成过的。这个拍 MO 系统出现四个，这个新的拍系统，这四个哪里来的？你想象得出来吗？先跟大家讲过啊，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从四个独立的拼图，你也可以想象成它是从两个拍跟两个拍 star 组成出来的，这是我们在建立的拍 MO 的概念。再复杂一点，进入到一个环状系统的时候，你该怎么看它？我去环状系统的时候，表示什么意思啊？我这个环状的分子上面呢？基本的架构已经由西格玛邦顶把你建立起来了。你在讨论的是什么？讨论的是说我能够容易发生反应的这一些拍双键结，这些拍键结容不容易去跟别人发生反应？容不容易跟别人发生反应？这时候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系统，叫做 aromatic 芳香性化合物。芳香性化合物的意义就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就是说它会出现很额外的稳定，会让整个分子里面的拍键结特别稳定，不容易去。进行这个不容易，很容易去额外的这些化学反应。那怎么讨论这件事情？就要告诉你了，这些拍的这键结呢，不会单独的只存在它自己的拍键结上，它会到处跑去。这叫做拍电子的未定义化，叫 degradation of pi electrons。那它怎么跑？跑去什么地方？那电子有什么稳定性？就是由我们前面的几个告诉你的，这些不同的拍电子，当我可以共存在一个平面上面的时候，这些电子呢？怎么建立它的新的图形出来？好，所以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告诉你，我要判断一个环状化合物，它是不是方向性，它是不是非方向性，它是不是反方向性，就要从上节课的告诉你的四个这个 criteria， 四个这个重要判断依据来去判断每一个分子的这个特性出来。前面已经告诉过你所有碳性的例子，接下来问你的是说，如果我的环状结构里面出现了非碳的。这个主结构，我把一个碳换成是氧，把一个碳换成是氮，把一个碳换成是硫，我要怎么去判断这一个化合物它到底是不是这个芳香性化合物？怎么去看它？基本的概念还是跟这个碳氢的一样，还是跟苯环一样，还是跟 cyclooctatetraene 跟这个 cyclopentadiene 都一样。什么意思？我的结构还是要让它出现连续的 P 的这个。具有P活域的这些中心原子的存在，只有中心原子可能从碳或者是氮而已。我还是要让整个平面结构是出现平面的结构，我要让我的碳电子会连续的 overlapping， 它能够叠合在所有的碳上面，或是含有这个氮的中心原子上面，还是要符合这些所有的条件。所以看第一个例子，这是一个 pyridine 的系统，就叫 PD 这个 pyridine 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分子长这个样子，它是一个六环的结构，就像苯环一样，只是呢，其中一个苯环的碳呢，改成的是氮，苯环的碳改成的是氮，氮的结构你知道的，对不对？氮的结构是长什么样子啊？我一个氮的这个分子的这个氮原子的结构，第五周型，所以氮是怎么样？二 S 全满，剩下的三个是氮嘛？有什么意思？当我若是氮的时候呢，我这边要出现双键，这是我的基本的标准的结构。每一个碳方面其实都有一个氢，只是没有化。苯环这边 C 六 H 六，就是因为旁边都有一个氢的存在。我知道标准之后。这个氮上面有没有氢？没有氢，取的氮的是原对氮方电动配，这是 pyridine 的结构，为什么？因为氮的原始的电动配是这样子。那它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这边碳都可以接四个出去啊？啊，跟你讲，碳会提升嘛，会提升成四个碳，半个元素出去。所以碳都是接四个键出去，氮基本上都是接三个键出去。啊，氮会交三，会交四个键，会。什么时候接四个键？唐木念就是这个氮接四个键。这时候你的氮就要带这边，因为把其中一对通配拿去抓起来。它就带正电，你怎么带带正电？多么 charge 啊？五减掉四个键前正一，氮可能带正电，所以化学全部是连在一起的，不会断掉的，跟原之前装的时候是一个一样。好，回过头来看这个分子，到底它是不是一个芳香性化合物？你要怎么去判断？它跟苯环很像哦，只不过呢，这个氮的位置多一个东配在这里。那问题就来了，它是不是环状？它是环状。它有没有这个可用的闭轨域？有啊，这是 s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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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2sp2， 这个也可以是 sp2 啊。所以它是有没有可能是平面？它会是平面啊，它就有六个中性元素组成的嘛。好，我要判断它是 aromatic 或者是 antiaromatic。那怎么判断它是哪一种？我要算你几个派电子。问题就来了，我要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那这一对到底算不算？要算吗？要算请举手。这一对电池到底算不算？算不算那个可用的 P 轨位上的这些电池？为什么不算？哎，很好。为什么要讲它是 SP2？ 很简单，我如果要去符合前三条件，我已经把它视为是一个 SP2， 我已经把它视为是一个 SP2， 它才会是平面的，对不对？我既然把它视为是一个 SP2， 我既然把它视为是一个 SP2， 双键不能算，所以一二三这三个已经没有算进去当我的原子轨位了，所以它会在哪里？它会在这一个平面的共平面上，在哪里？在这里。这是对立的结构，这个电池放在什么地方？放在这一个六环平面的平面上。那其他派电子在哪里？都是垂直的交界，所以这个其他的 P 电、P 派本身的电子呢，跟它是呈现九十度角，它们根本没有未来的可能性。所以这一对电子，它是不算进去的派电子，可用派电子进去的。所以你算它的时候，它有几个？它有几个这个派电子啊？一对、两对、三对，三对派电子，六颗派电子，所以全部有四 n 加二 n 等于一，它是一个 aromatic 碳方。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一对氮碎的电子啊，它呢放在的是这个平面的平行的位置，对不对？它们共平面的状态，它不参与这一个里面的混成，所以这一对都配合很凶哦，它是打人的。什么意思？下一个问题哦，如果我有一对单帮顶的 electron， 它是跑进去跟我的派电子大家混在一起的，那怎么样？它不会被绑在它的特殊原子上，它自然就失去了它的 nucleosity 攻击性。如果这一对电子呢，它是被固定在氮上面去，它都不会跟任何人去共享的，那它就有机会拿出来去做攻击人的动作，它有可能去抓氢，有可能去打一个硫酸，都会发生。所以 purity 本身它是一个解，这个分子本身是一个解，它可以当解的。啊，难不成还有分子是长这个样子，然后不能当解的？哦，有，会有分子就能当解的。如果平行当解的会长什么样子？这是平行的结构，对不对？这平行结构呢，我刚讲过，这个电子呢是没有混进去我的拍的 N-mode 的组成，所以表示什么？这个电子是放在氮上面，不会乱跑。所以呢，当我碰到的环境当中有水的存在的时候呢，它就有可能抓着水变成是一个 reunion ion， 它可以去变成是一个带正电的 reunion ion， 然后把水变成是 OH 负，看谁的碱性强。看谁的碱性强， okay， 所以呢，它你说它这个分子呢，进到这个带正电之后，它是不是本身还是一个芳香性的离子啊？还是啊？为什么？它电子本来就不算在你的派电子里面啊，所以直接算它，发现它还是六个派电子，它还是一个芳香性离子，所以并不影响它去抓氢的动作，被它抓氢的动作。好，相对的，这个分子叫 pyro， 什么叫 pyro？ 中文很多人把它叫 pyro， 可是呢，就叫 pyro 就好。这 pyro 的分子呢，它跟刚 pyrene 长什么地方不一样？它在这个氮，它是一个五圆环的这个分子。好，我们来看它 pyro 长什么样子。pyro 长这样，
长这样。我要怎么去符合它是不是一个方向性的结构物？方向性的结构，恒量结构有 ，SP2 可能有平面无环的，可能是平面的，我开始判断了，它到底是方向性还是反方向性？反方向性。我要去算我的拍电子数，那这对电子要不要算？就要算，为什么要算？一样啊，我要把视为是一个 SP2 啊，所以 SP2 哪些电子是 SP2？ 一、二、三，它就不算。所以呢，它就算进来这一个环状结构里面的可用的一电子、氦电子，有几颗？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六颗符合方向性，更加强的就加强了它要混进来里面跟这些氦电子混在一起的这个欲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的这一对电子算进来里面的这些氦电子里面来讲，它就变成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它是六颗氦电子，四 n 加二等于，它也是一个方向性化合物。可是这方向化合物出来的结果很有趣哦，这对电子啊就被用进去当太阳膜的合成，所以这个 P2 的分子本身没办法当结构，因为它的电子不会留在氮上面，它会到处跑到处，它会跑到处，所以它的碱性并不强。它的碱性并不强哦，所以这是帮助你去判断你的分子到底哪一些氮上面的电子是可以用，哪些氮电子是不能用。听这件事情哦，你说老师，那它这个电子不适合干嘛？可以打人？你会随时一直保持在想打人的状态吗？不会嘛，你还是希望保持在一个心情愉悦的状态。所以如果它有心情愉悦，所以就不会去打人，对不对？所以你的电子如果让你的分子总是稳定下来的，自然而然这个电子就不会停留在氮上面去。他的去攻击别人的欲望就会下降下来，就会降低下来。这是一个判断你的酸碱性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依据哈。所以以这个来讲，如果你这个 P 弱的这个分子呢碰到了水，然后呢生成这个所谓的这个 prenin ion 呢，事实上哈这个非常非常难生成。为什么？我生成完了这个分子，第一个它本身的这个电子是被算进来里面的，所以它不能做这件事。第二个，我抓完之后呢，得到了这一个氮带正电的分子呢，产生了一个 SP3 的氮，它再也不是一个方向性的离子了，对不对？所以第一个，你做完你第一个这个电子呢，很难停留在氮上面。第二个，你做完之后的这个带正电的这个中间体呢，实际上是不稳定的，被反方向性的这个离子。当然，所有的因素都告诉你，它会停留在左边这一块，只有少部分会跑平衡到这边来。虽然是非常难进行这个动作的，所以。如果你把它看两个分子分开来看，把两个分子分开来去比较它的话，你会看到呢，以 pyridine 来说呢 ，pyridine 这个电子呢，它是跟上面这个 pi and o 的这个电子呢是垂直方向的，它并不会进入这个呈环状状态的这个 pi 电子的这个混成里面去。但是呢，在 pure 这个例子来讲呢，它的这个 pi 电子，但是这对电子呢，它是跟其他的 pi 电子是同方向的。它是要进入你的 pi and o 的 pi 电子计算，所以很容易判断的。所以它的 pKb 13.6， pyridine 的 pKb 呢会到 8.8， 虽然它写只有差5，但是 kb 都是差10，是用 log 在算的，就是差了非常多的 over， 非常非常多的 over。所以这是非常相对是很简的，这是解性是很差的，解性是很差的。所以这样判断了吗？如果我的一原子上面有 non-bonding 的 electrons 的时候，你要先假设一件事情，我要先假设，想尽办法让这个分子开心。要开心怎么办？要让它能够进入方向性的判断。那我要想办法让它进入方向性，要符合什么条件？我要让我的这些氮啊、这些碳啊、这些氧、这些硫啊，要能够尽量符合 sp2。所以我要怎么符合 sp2？ 就先把能够进入 sp2 先勾起来，这些就不能算进去的氦电子里面去，剩下的才进去算氦电子。好啊，如果说我把它算进去之后，发现呢，哎，这个氦电子算进去之后，反而剩下的 metal， 那它就不进入方向性而已啊，就不算，就回到原来的状态。会有一些例子是这样子，所以你第一个例子先假设，我这些异原子的部分要让它呈现 sp2， 你该怎么去挑出 sp2 参与的 non-bonding electrons， 剩下来的就进去了，剩下来就进去你的氦的电子的计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所以最后会有什么问题啊？就要考你说，这些环状的有可能放到新的电子里面，就是这些氮，哪一些是有攻击力，哪些是没攻击力，哪些是可以当解电的，哪些是当解电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哈。所以这是几个很重要的例子。上面这个是你们所学过的 pyridine， 对不对？这个叫做pyridine 叫 p
飘零对不对？还是密定？密定，密定。好、哦，这是密定，与密定的这个结构，与密定结构长这个样子。这个结构长这样子，要怎么去判断它是不是方向性啊？假设它每一个都是 SP2， 我们来看看它。环状结构没问题 ，conjugated pi system 没问题，有没有每个蛋都 SP2？ 这是拍件，拍件，拍件，每个蛋都可以是 SP2。接下来是，那它的 U 或是如何符合？第四个，那我开始考虑有几个拍件子。所以来看这个蛋上面这个电子到底有没有进入拍电子的计算？没有进入，为什么？它如果是 SP2， 就是一、二、三，它算进去，它是一个拍电子的完成，所以这是一个 SP2。这个边呢也是一样，一、二、三，它也是要进入这个蛋本身的电子的完成，所以这两边都算进去，所以只有一、二、三，三对拍电子，六颗拍电子，四人加二一，所以它是一个方向性化合物。这两个电子，这两对电子。都是可以当碱用的，所以它是具有 two base connections， 两个可以当碱性用的这个电子。再往下看，这是一个这个很有趣的例子，这叫 imidalo。imidalo 是什么？ imidalo 是 histidine 的侧链，组织氨酸的侧链，对不对？那组织氨酸的侧链里面呢，带有两个蛋，带有两个蛋。到这两个蛋的结构里面来看它呢，到底这两个蛋呢是跟它一样，是两颗蛋都会打人呢，还是有一颗蛋会打人？它是两个都不打的，一样去算它有没有具有方向性。我们来看啊，环状结构这个有可能是有 pi conjugated system， 对不对？也是这样，也是啊。那是不是每个蛋都是 SP2？ 一个、两个、三个没问题，第四个，哎，它也是 SP2， 它也是 SP2。好，我们来看，那这两对 non-bonding nucleons， 哪一对可以，或是哪些人可以进去将这个 pi and mod 的这个派电子计算啊 ？SP2 去算它，一、二、三，它不算，不能进去派电子。以它来讲，一、二、三 ，sigma bonding 是不能够进入当派电子用的，别忘记这件事情了。sigma 永远都不能拿当派电子用，它是它已经是在被绑在碳上面的。所以呢，这三个已经建立 SP2 了，所以这个是要拿来用。好，拿来用之后发现有几个碳链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还有六个派电子，四人加二等于一，对不对？所以它也是一个方向性化合物。可是呢，只有这对电子呢会去攻击。这对电子呢是不容易去攻击，是不容易去攻击。所以这边 OK 吗 ？OK 好，所以这是在判断你的这一个分子的方式。所以你当你在看到 imidalo 的时候，你会发现，在 imidalo 或 histidine 上，你会常发现组织氨酸出现在什么地方？出现在很多蛋白质的活性中心 active site 里面。它扮演什么角色？同时扮演酸就扮演碱，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呢，它会出现第一个，它会出现这样子的这个，当我的胰岛素看到环境中有氢的时候，它会先抓到氢，生成这一个正电荷，生成这个电荷，这个叫做endothelial ion， 生成它之后呢，会产生一个这个共振的可能性，这电子推过来，这电子推过来，然后呢，会产生它的另外一个异构物，在这边生成另外一个胰岛素，在胰岛素表面上看不出来这样的异构物存在，可是组织氨酸就看得出来了，组织氨酸。有一端是拉在你的 alpha， 这个一端是拉在你这个 alpha 下的 S 上面，记得吗？记得吧？长什么样子？长这样子。这是组织氨酸的结构吗？所以。你在这边带正，或在这边带正，那是不一样的事情。它是可以做两边的头重的调节，去抓氢、丢氢。这个是原因，为什么它对氢很敏感？它可以丢氢，又可以抓氢，所以它会在组织氨酸里面它会出现有可能两种构型的存在。这是讲到这个 imidalo 的筛选，在你的这个氨基酸里面的表现哦，形容表现是不太一样。好，最后下面这一个，这个就看起来相对复杂，这叫 purine， 这叫 purine， 就是所学过嘌呤，对不对？purine 的这个分子里面呢，有三个，四个蛋，有四个蛋的存在。这四个蛋存在呢，这个整个分子来讲，它是不是一个方向性的化合物？可能是平面的，每一个都会吸入，每一个 P 都会连续 overlapping。那我该怎么判断的？它到底是属于 Q cos 组里面的哪一个？所以我要算这一对这些电子哪些算，哪些不算。所以去看它啦 ，SP2 这个不算。SP2 这个就不能算，它是 SP2 这个就不能算，它是 SP2 这个就可以算。所以呢，有几对这个可用的派电子啊，一对、两对、三对、四对、五对，五对有十颗派电子，四人加二等于二，
所以它是一个方向性暴露，它就是一个方向性暴露。然后呢，其中呢，这一个、这一个跟这一个，他们都可以当警用，它都可以当警用。这一个就不行了，它不行，不能当警用，它一定要拿来当轻舰的 donor 都很困难。为什么？你要来当 donor 表示我要提供电池给人家，结果呢，你的电池都已经借给隔壁那些原子区了，你怎么去提供电池给人家？所以想要，你要想象这件事情。当我的电子是 deloquize 到我整个分子中间过程去的，表示什么意思啊？我这个蛋上面本来我一个人好好的，我就带两颗电子，结果呢跟人家共享，这时候呢我要跟周边所有的原子去共享我的电子，我的电子就跑到分子里面去，它就不会落到分子去跟人家发射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判断你的分子性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依据的标准哈。这是 Purine 的这个结构是长这样子。好，那其他的这些 heterocycles。比如像是这一个，这是一个啊，是刚看过的这一个啊 ，cyclophosphate 反应的还哪样哦？这个负电荷到底算不算进去？它到底是这个方向性？刚刚讲过了，对不对？当我是一个 cyclophosphate 反应五个碳的环状物，这个锌特别容易拔，因为一拔之后呢，它算进去有六颗开电子，它是方向性的。如果是氮呢？刚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氮里面呢，这一颗氮的这个连续双重配合，如果要算是环状分子里面，这个氮肯定是 sp2， 所以呢。既然它是 sp2， 就是一二三这三个键子是 sp2 钻进去，这一对 lone pair 呢就不是，它要钻进去的开电子，所以它一样有六颗开电子，它一样形成一个这个方向性的特性。那如果是氧就有趣了，氧我有两对 non bonding electrons， 对不对？我现在是两对 non bonding electrons， 到底两个都钻进去，还是只算一个？我们就来看，我当呈现一个平面的状态。这个氧呢也是 sp2， 它如果是 sp2， 就只能够选其中一对出来拿来进去这个 hybridation， 所以呢这里面有一对算进去里面就是这一对，另外一对呢就摆在它的垂直位置去进行这个 pi mo 的这个混成，得到新的 pi mo 进入方向性的判断，一样六颗 pi 电子它是方向性的，这个东西叫做 fury， 东西叫 furyFuran 就是你们所学过的这个 Furanos 的原型，好，就是这个五环糖的原型，五元糖的环那个原型哈。Furanos 如果是六元糖，像是这个五元糖，哪些是五元糖啊？Fructose 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这个 Xylose 啊 ，Lysose 啊 ，Ribose 是核糖，核糖也是五元糖。哦，所以这些都属于 Uranus 的这个结构，它就是来自 Uran。后面这个叫 Sulfine， 这叫 Sulfine 哦。Sulfine 的结构呢是跟他们都一样，只是把中间这个原子改成是硫。那也一样，其中有一对呢是要放到外面的，留着一对在外面就准备打人的。所以这一些垂直于你的 pi 的这个 orbital 的 p orbital 的这些电子，它都是具有攻击性，它是可以出去抓得清，可以去攻打缺电子的位置，然后不算去你 pi 那么多。好，所以这些是在标准判断它的这个方式哦。这个分子呢叫做这个 one two three 的这种 triarrow， 这是三个氮所组成的一个这个五环的这个分子哦。那这个五环的分子呢，它到底算不算是一个这个方向性化合物？你要怎么去判断它？开始放下来，开始，那怎么去算它？你要怎么看？一样，环状结构。环状结构里面呢，每个都要是平面 sp2， 所以呢，它如果是 sp2， 这个就不能算 ，sp2 这个就不能算 ，sp2 这个就要算进来。所以呢它是一个、两个、三个、六个派对子，它是适应掉的，它是 hermetic compound。你看我在算嘛，都觉得很简单，而且都觉得很合理，好无聊，一直在讲重复讲这个东西。当你去判断的时候，就发现怎么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保证的哈，所以你一定要需要练习一下。我已经勾题目了，你回去再练习一下，其实不难。你就把握一个原则，什么时候让它进行方向性，只要允许，我都会让它有方向性。为什么？有方向性是帮助我分子稳定下来啊。所以我所有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要让这个分子，希望能够让它尽量去符合方向性。啊，如果最后算出来发现它是 anti-hermetic， 那怎么办？就跳回来。如果今天出现一个情况，这边好像没有放那个 anti-hermetic， 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环状结构里面它出现一个 anti-hermetic 的这个构型，那怎么办？很简单啊，我本来比如说假设说是有氮的，我像这个整个例子给你看好了，比如说有氮，我把其中的一对这个氮的这个东西算进去，我的胎的这个，然后它就是这个
这个可以进入，这应该这样讲好了。我把它视为是 SP 度，这时候可以进入判断它是 automatic 还是 non automatic 还是 automatic。结果瞬间发现呢，它是八颗拍电子，它反的是反方向性，那怎么办？很简单，回退到下一步，我就让它不要分进去了，结果就折切了。这是我们在判断它的方式的时候，但是你过去写它的时候，你就写说，我算进去的时候，它是属于 non automatic 还是 automatic？ 你可以去解释这件事情。一般来讲，方向性的判断其实真的是不难，你只要去把你的这个结构呢，你要把你的结构呢定义出来，告诉你的这个分子呢，它是必须是平面的，然后呢，它必须是这个数值跟它所算进去或是不算的。你就可以判断出它的结构了，判断出它的这个方向性的这个特性。后面这边呢是一些这个 field string 的这个构型，这是 nervously， 就刚讲的这个 nine nervously 的这个结构 ，nervously 的结构呢，它是十个探索组成，它是它的排序方式，不用背它。但是你如果将来有一天你去念到这个后面比较进阶的这个 biochem 或什么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杂乱分子，生物体里面非常多杂乱分子。然后呢，最酷的是这些杂乱分子都很早就被发现了，所以它的命名方式就确定下来。在很多里面都会告诉你说，比如说光着你，光着你很多人在使用它，这个拿它当做是一些药剂的使用。我想光着你的时候会讲说什么？我想说我从六克朗的位置去做衍生，结果呢，六克朗开始在猜说谁是六克朗，谁是五峰，还是谁是九号，谁是八号？这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老师交付，虽然你不见得马上会，但是请你要回去找出那个结构出来之后 ，IUPAC 都帮他命，帮我帮他定位定好，哪一个位置叫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那是共同语言。可是因为我们在大二有戏不会讲那么细，但是每一个分子的结构它都有被定位的，不要照这个定位来看。一般来讲，这种杂环不能讲杂环，这种 field string 这种field string 要怎么去当中文也不会，它叫 field string， 就是两个环被扣在一起。中间是没有任何的交接的，所以两个环直接扣在一起。这种结构里面呢，通常是以外侧先算，再算内侧。通常是这样，是以外侧先算，再算内侧。所以你看起来是一二三四，包括它五六七八九十，一般我们是这样子看它的。在命名的时候，所以呢，它的分子呢，像这样子的 nervously 的这个结构里面，它会出现很多的工作的式，然后你要怎么去算它呢？它一样是。算出它的这个拍电子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五个拍电子等于十颗，五对拍电子等于十颗拍电子，对不对？所以四 n 加 n 两个，它是一个方向性化合物，这个没有问题，它是方向性的，所以你可以判断出它是方向性的化合物。除了刚刚 nervously 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三个环的啦，四个环的啦，五个环的啦，这些这个分子结构，它不是说什么几个环，它是方向性的。比如说以前曾经就有一次想说试试看给各位看看 ，Costco 就是那个。胆固醇的那个结构6665环，它没有方向性，因为它里面根本一大堆 SP3。 可是因为上完课的同学一看就觉得说，我看小波的环好厉害，方向性就下了。对，你要先记住一件事情，要符合前三个条件，它才会进入判断是不是方向性的这个规格。好，其实有不同的这个形状，这是这个 insurance 这个N 这个分子以及它有一个错位。我把它拉上来一个错位的这个结构，这些是一些常见的分结构。这些分子理论上你的方向性的结构如果越拉越大，越拉越长，就比如说本来是一颗变两颗变三颗变四颗，扣在一起，这叫 poly enemy， 这是很大的一个结构。这种结构，我的苯环一旦拉脱之后呢，它造成的是我中心那些苯环的位置反应性会增加，它本来是不稳定的，本来是更不稳定的。所以呢，如果你碰到那种多个苯环扣在一起的，通常是苯环。多个苯环扣在一起的分子，它一旦遇到了一些这个 electrophilic 的这种 compound 的时候，它在中间的时候会做一些加成的动作，往往会站在中间的位置，这边是特别脆弱的地方。为什么？当我破坏下去之后呢，至少两边都死的是方向性，我还会死在一边方向性存在，所以很容易是破坏在中间的这个方向性，完之后破坏中间的这个方向的这个结构。然后这边是这个。另外几个重要的这一种这个 polynuclear aromatic 的它就它碳氢化合物，但这是 carbonium， 这是也是一个有名的结构，这结构会亮因为光合很长，这结构是会亮的，所以最近有人把它拿来做一些fluorophore， 就是一些荧光环，拿来做一些荧光环的设计，
所以这是一个还蛮有名的这个例子哦。那这些分子呢，也很容易被拿来做一些，你像它可以拿来做药物啊，或是做 sensor 啊，都在做什么东西？在有机化合物里面哦，芳香性有很大的特性，它是平面的。如果你是平面的波形的时候，你很容易跟你的生物里面什么东西发生反应的，跟你的 DNA。你的 DNA 是不是长 double strand helix 旋转起来的？旋转起来的 double 这个整个 DNA 结构里面，外侧都是你的 phosphate， 所以外侧是带负电，水溶性高的。内侧是什么？是你的 base。那你 base 为什么可以变成一个轴向？因为 base 跟全都是什么？都是 pyrimidine 跟 pyrimidine 两种，两条是靠着氢键靠在一起。那为什么出现一个轴向这样子？因为它旋转的时候，我跟下面的这个苯环，那下面的这些芳香性化合物，它们的屁股又跟屁股又是互相重叠，又互相共用，这叫拍拍 staking。所以呢，当我上下两个都是芳香性化合物的时候，我们会重叠在一起。这边有额外的作用，哎，想象得到吗？我这个苯环是平面的，我的屁股是站这样子，屁股是站这样子，我们两个就会共享你的屁股一样，那就 overlap， 就会再一次稳定住你这个分子的结构。所以你的 DNA 的时候，你的分子里面实际上是一层一层，像楼梯一层一层。你如果做过那种模型，你就知道 DNA 里面是一层一层。所以 DNA 里面，你在做 DNA 的检验，这个简单来讲，你们早期用的那个染剂啊，染 DNA 就叫做 Skimbo 嘛，叫 Skimbo 嘛，对不对 ？Skimbo 就叫平面结构。所以一般在做 DNA 染剂的时候，或是做一些药物在控制 DNA 的 binding 的时候，都是这样，带有一个芳香管，它是插进去的 DNA 的中间，它是平面的，它是插进去的。好，那插进去之后有没有选择性？化学的人开始做一个选择性，想办法呢，在某一些特定的序列当中，增加了这个苯环旁边的取代基，比如说我就喜欢去扣在聚烯旁边，啊，聚烯是 terminus， 或是一些那个端粒酶的作用素，他就想办法，化学人开始放关联基，想办法让它跟这个特殊的序列会抓得更紧，把它做区分开来。所以结构很重要，为什么需要苯环？就是因为它是平面。为什么需要芳香性？就是因为它是平面。所以当你会看到，在这个核酸的这个结构当中是特别明显的哦。当它排列成聚氧核当中，DNA 的结构已经特别明显，它是平面的，中间是很容易被这些化合物呢做插入的动作哦，做镶嵌的动作。所以有些核设计怎样？这地方会放一些光敏性的试剂。当我插到 DNA 里面之后，你一旦照光，它就破坏掉那一段结构，就把它切断了。好，这是一些这个设计的这个概念哦。好。我如果进入到这个苯环的性质，我都认识了，我也都知道这些苯环做哪些会有哪些特性的。这时候开始告诉你，这些苯环呢，如果放上了 binding 的这个 directive 呢，如果放上了一些特殊关联基之后，你该怎么叫它哦？像这个呢是很有名的，叫 phenol， 我们看过很久了。苯环上放了 OH， 叫 phenol， 叫做酚，有人叫苯酚，不用，就叫酚而已哦。然后呢，这个叫做 toluene， 这是甲苯，上面叫甲基苯。好像叫基苯，但是我们就跟它叫甲苯的。这叫 anoline， 这叫 anoline， 这叫苯胺 anoline， 这叫做 anisol。anisol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一个苯环上面的一个取代基是放那个 mesacetyl， 这叫 anisol。所以你会看到一些取代基叫 anisoyl， 那叫什么？一个苯环上面带了 OCH3， 这个苯环接到另外一个基上，你如果把它视为是一个取代基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它叫 anisoyl 的这个取代基的构型，这个苯名字跑出来。好，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化学原料哦。实验室里面这个用的超多的 ，anoline 就用的超多的。哦，如果你已经学过了这个事情之后，你会想一个问题，这个跟身体性没关系，你会想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有学过 amines 认识带电子会打出去大的，对不对？或是这个 phenol 呢，是 OH 它有去抓氢或者是去做这个攻击的重反的角色。旁边都带粉完之后啊，你猜猜看，这个 N 跟这个 O 啊，氮跟氧。他们去攻击人角色会怎么样？变黄是变差，会大幅度变差。为什么？因为呢，它的电子会容易靠近中间跟去做共振。所以呢，你用到这个 phenol 跟用到 anoline 的时候，要去做一些化学反应、做酸碱反应的时候，基本上它就是变差，是会变差的。它是有重要的原因，这其实是教过你的事情。OH 的 pKa 哈，一般在 alcohol 里面 ，OH pKa 在15，到苯酚到酚之后呢？Phenol 之后呢，它的 pKa 到10左右，像乳高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啊，这边呢，这个整个电子被拉到靠近到苯环里面去之后，这个 OH 电子啊是被弱化的。它如果清掉了之后，
得到这个负电能的时候，这个负电能更容易进来，它可能去做这个 hydromapping 的工作。好，所以这是整个是可以完整可以解释的。下面这几个例子呢，就是一些常见的一些衍生物哈，这叫 styrene， 这叫 styrene 就叫苯乙烯。好，啊，这就是一般很常见在做那个啊苯乙烯聚合物的单体。好，啊，这个苯乙烯很常见啊，这种就 PS 啊，就是 PS， 你在外面看到的那种 PS 就是这个，就是它就是单体，好，就是一些塑胶颗粒，只要是 PS 就是来自这个 polystyrene， 那这个 styrene 啊，是 styrene 这个分子已经很好了，它本身异构化会转来转去，这个在做有机物理的人研究它就可以，最近做出很多很有趣的物理性质的讨论。然后呢，这叫 acetophenol， 这是它的俗名哦，本名它的 IUPAC 的系统命名叫 acetophenol ketone， 这叫 benzaldehyde， 这叫 benzoic acid。所以这一些 aldehyde 跟这些酸呢，放在苯环外面的时候，就是把 BENZEN 进来吧，这个本来是苯环的这个 ENE 啊去掉，然后加上这个 aldehyde， 这叫 benzaldehyde， 这叫苯甲醛，他们叫苯甲酸。好，哦，就开始进入了。要了解这一些名称的这个要怎么去对它做命名哦，简单的命名。然后呢，如果我们上面去放上不同的取代剂，这时候呢，你就开始要去对它做一些位置的讨论。比如说，两个取代剂是放在隔壁的，这个我们叫做 one two substitution， 好，放在一号位置跟二号位置。啊，谁是一号，谁是二号？回去看看以前我们所教的命名的规则 ，priority 是谁在前面？那如果都是 group C 的，就看谁的。字母比较快，比较早遇到的 ，OK。然后呢，我们就同时间把这个隔壁的这种叫做 oral， 这叫邻位，这叫邻位，叫 oral。如果你是放在一个这个相隔一个碳一号跟三号位置的，我们叫做 meta， 这叫间位。如果放在对位的 one four， 我们叫做 para， 叫做 para， 这是三个不同的命名的方式。所以所谓的 oral、meta 跟 para 都相对谁？相对一开始的取代剂来讲。所以你不要拿出一个分子跟这个取代剂来说这是 O 的，就被人家笑死，对不对？一定是两个取代剂以上，你才会出现所谓的邻位、间位跟对位的关系。好，然后下面这个先简单的命名哦，比如像这个是两个氯放在一起，邻位叫做 dichloro bending， 然后两个是放在 O 的位置，这叫做 O dichloro bending。一般我们放上这个 O meta、O do meta 跟 para 的时候，会以斜体的方式放它，小写斜体的方式去放它。然后呢，这个 meta 就是一个 meta chloro 啊 ，RC benzoic acid， 这个学过吧？这是谁 ？MCPBA。所以以前 MCPBA 不是你现在会的吧？所以 MCPBA 是什么？它是一个 RC benzoic acid， 指的是下面这一个，这叫 RC benzoic acid， 叫过氧。过氧苯甲酸，好，这是一个这个 RC 苯的一个 S， 它是一号位置，这边是一号、二号、三号，三号放的 chloro， 这叫 three chloro， RC 苯的一个 S。你用俗名的方式命名的时候，这是一个间位 meta， 所以它是一个 meta chloro RC 苯的一个 S， 就是 MCPBA。好，像这种是都要知道的名称。好，如果是对位，这边是一个 phenol。这边是一个 nitro， 所以你就叫它说是一个这个 para nitro phenol， para nitro phenol， 这是一个这个对硝基苯酚，好，所以它是一个 IUPAC 命名 ，IUPAC 不用 oral meta para， 用的是什么？一二三四，用数字，所以它是一个 four nitro phenol， 这是 IUPAC 命名，好，所以两个都要会。考试的时候呢，我不会考你命名，但是还是跟以前一样。可能写一个名称给你，然后画出结构，三五下去写下去，是一样的。但是你只要知道规则，你要看名字写出结构，但不会是太困难的事情。好，你要看名字写出结构都太困难。然后你如果多位的取代的时候怎么办？一样啊，放上去去看它。这是一个这个啊三个硝基取代的，这叫 one three five financial benzene financial benzene。那如果是这个呢？这是一个 phenol OH 是比较大的，对不对？取代基 OH 是比较大的。所以它是一个 phenol 的结构，两个算取代基，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它是一个 two four dimensional phenol。所以你做都不会看结，不会画结构怎么看到它？你要知道吧，苯丁先画个苯环出来，一号、三号、五号位置放上三个 natural， 你就画出来了。好，所以要练习看看，再练习看看。
要去练习写这个哈。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双取代的这个苯的化合物哈，像这是一个 metazine， 然后呢，这是一个这叫做二甲苯，叫近位二甲苯，就是metazine。然后呢，这是一个mescaline， 这是它的俗名哈，这是它常见的一个俗名而已哈，是三甲苯，三甲基苯哈。然后呢，这是一个 alpha tolic acid 哈，这是在你的这个tolic acid 指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甲苯酸跟苯甲酸不太一样，苯甲酸指的是什么？是指苯胺上面多了一个酸基出来，可是呢 tolic acid 指的是什么？是在苯甲酸的上面再多放上一个甲基，所以是一个 oral 的 tolic acid， 指的是它像是一个它这样的主要命名是来自一个 tolic， 对不对？甲苯，然后在 oral 位置放上一个酸，所以叫 tolic acid， 这是它的俗名，这会用得到的哈。未来你可能会看到它的，这个在很多的名称里面哦，这个已经被用得非常一两百年、几百年都用这个名称，所以虽然 LPAC， 可是在很多的文献跟你看到的那个报告里面，都还是有这种俗名出现，所以看到它都能够反映出来它讲什么。然后这是一个 Pcresol 这个名称也非常的常见，如果是这个地方 OH 改成是 SH 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梦魇，它叫 Cyclocresol， 臭到爆，非常非常臭，它味道是这个奇葩，就是很奇怪的，已经臭到了极限。对我来讲，我就很不喜欢那种东西，它味道对我来讲很刺激，可是对有些人来讲还好。通常没有人觉得它香啊，只是你的耐受度到什么程度。这边如果是换成 Cyclocresol 之后，这粉盒上面放 Cyclocresol 的东西哈，有些味道真是非常非常非常诡异，就是每个人形容出来都不太一样。对，这个 Cyclocresol 来讲是一个很不舒服的味道，它也不是让我们经验中什么闻到什么臭东西，什么东西坏掉的，不是，就是让我觉得不舒服。所以 Cyclocresol 它是一个好处是，它是固体的，比较好处理。很多的这个以前我们熟悉过 SH 化合物啊，是液体的，都非常难处理，你一打开就到处都是味道的。所以这些东西的处理都很有趣，这些就是它的俗名来自这里，叫 Cresol 是 OH 的，放上 Cyclocresol 在前面就叫是硫醇的化合物，相对应的硫醇化合物。好，然后呢，这些是它的命名上面很容易发生的这个错误哦。我们讲到 Phenylbromide 指的是什么？一个苯烷直接放上的 B 啊，这叫 Phenylbromide。如果我看告诉你这是一个 Benzylbromide， 你千万不要画成它，而且你很容易画成它。Benzylbromide 指的是这个苯烷上面拉出一个甲基之后再接上 bromide， 这叫 Benzylbromide。所以简单来讲，一个苯烷的结构，这叫 Phenyl， 这叫 Phenyl。一个苯烷当取代基，多那个碳素烷，这个叫做 Benzyl， 非常容易搞混，这叫 Benzyl， 这叫 Phenyl。这是标准用法，这个不是俗语，这个在 IUPAC 命名里面都会是标准用法。当我们在看到一些重要化合物的命名的时候，写的 Benzyl 指的就是这地方是多一个甲基的，多一个甲基的，这是不一样的事情，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好，我们终于把16章给讲完了哈。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想要跟你稍微的提一下苯环的特性。17章呢会花很多时间，我希望我要尽可能的可以多上哦，因为这个跟你上比较多的章节，让你不要漏掉东西。可是我们是不可能上到结束的。那17章的部分哦，会花很多时间，是我希望你们17章。部分呢，你要配合我的时间，你要稍微先更了解一下什么我教过你的那些特性。17章的内容有点多，那我们还有必须要上到至少要上到安吧，我在想。但是希望，所以要先跟你讨论一下关于这个芳香性化合物的一些反应上的特性。
介绍完了这个芳香烛的结构之后呢，下一个章节呢，又可以介绍的就是，这些芳香烛化合物，它会参与的化学反应有哪一些？很重要哦，真正到了这个实作的时候，芳香的反应哦，做的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先从一个最简单的苯烷来看起，一个苯烷的分子，这个分子呢，我跟大家讲过，你以苯烷的分子来讲，你认为它会倾向的去做什么样的反应呢？会拿谁来做什么样的反应？这个苯烷的结构不会动，它都是西格玛，它都是西格玛棒，对不对？里面呢不稳定的因子在哪里？实际上是这些拍键，就跟你的 alkene 是一样。所以啊，以一个苯烷的分子来讲，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呢，还是跟 alkene 很像，还是跟 alkene 很像，喜欢做什么？他喜欢做 electrophilic 的这个反应。electrophilic 的 aromatic electrophilic substitution， 芳香性新电子取代反应。它呢也会做一部分，这个是 major， 也会做一部分的 aromatic nucleophilic substitution。这边呢会做的是什么？是一个取代反应。可在双键里面，你记得吧？在双键里面，这个双键分子来做什么反应？它会去碰到一个你的球板，会去做什么？加成反应。跟这个取代反应有点不差。啊，什么加成反应？加成反应指的是什么？我把一个这个reagent直接加成到了双键上面去。和取代反应不一样哦，取代反应做的是什么事情？当我芳香性化合物进行新电子性加成反取代反应的时候，这地方我用的式就是一，你这种办？做新和性的取代反应的时候，我用的就是蓝打回来，另外一个机制。可是我这是哪一个？都一样。我所进行的呢，都是把其中一个氢取代的是 R。虽然是 R， 所以呢，这叫做一个取代反应，这叫做一个取代反应。可是它的反应机制啊，事实上是跟我们看到的双键的机制是很像的，是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会把氢这个球取代成这个，那你本身的氢是不见的，那它到底是怎么不见的？我到时候再跟你讲，我们来看它。好，所以这是一个取代反应发生的这个过程。我们在下一半回来的时候，就用那边告诉你，一个苯烷的分子碰到你的说法，它该怎么去得到这个取代之后的反应。我说把一个氢换成加拉之后，就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在这边做各式各样的化学反应，可以接各式各样的关联性上去。所以会从这边做介绍起，会先从这个aromatic 的这种 electrophilic 的这一种 substitution 呢，跟各位开始介绍哈。好。所以你可以去先练习哈，练习完之后，这个看看芳香性那边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可以跟大家讨论哈。